面的专业人士。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在国家遭受诋毁和污蔑的时候，我会义愤填膺；在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会兴高采烈。这都是我个人朴素的自然情感，而我表达这些情感的方式，就是用我的画笔，用我的创作去进行表达。所以我会继续创作出更多表达我们共同朴素的情感的作品。那我想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表现出来了之后，其实我并没有想要通过我的作品去刺伤谁。如果被刺伤了的话，它是一个客观，就是不小心发生的客观的事情，就是我并没有想要去拿它去攻击什么你西方政体或者说是西方媒体什么，我只说出这不公平，但是有人不开心了，被攻击到，被伤到了，那这个其实我认为并不是我的问题。当我指出一个不公平的事情不公平的时候，他为什么他会生气，他会被戳到，那这个其实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所以说我比较关注自身，那我只要把我认为的正确的事情通过画面表达出来了，把我想说的话通过画面表达出来了，其实我就已经足够了，我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